不睡觉怎么睡得着呢？开了啊！我还想照一下呢。哎呀，衣服穿反了。换下吧。哼，我就站在这里。开始。嗯，甩着了。同级们，同级们，同级们，同级们。我回来了，但是我一会儿就要走了，因为我要去吃饭了。为什么我这么气势汹汹？因为我没休息好，所以我就要生气。哦，刚刚有一点困了，刚刚在车上，刚有一点困了，就到地方就要下来了。我觉得我应该放一首歌，我换个地盘儿。哎，怎么有吃的？哦，是中午饭。好吧，知道了。忘记了。而且我的指甲丢了，我很生气，很不开心。没找到。我要换啊，换衣服啊，当然换了。我只是在换衣服之前，想看看我自己。我还没留什么照片呢。哎呀。谢谢奶茶，这是我自己梳的，还给自己卡了两个卡子，我现在把它卸掉了，因为领结歪了，这是因为我刚刚把它给摘掉了，不是歪了，是它应该是在这里面的，不是，是我说我自己还没有给我自己拍照片，其实我拍了。我让小青给我拍的，因为是小青想让我给她拍照，然后为什么都是泥巴的呀？啊？这里边为什么都是泥巴的？因为我的哦对，因为我的侧影碎了，它碎了，然后我的侧影和我的侧影刷都碎了，今天我就画得很粗糙，我的眼影、我的睫毛都掉在下面了，没有办法。就很粗糙了，太高了你们。现在大家在讨论吃什么，我等大家讨论完了，我就赶快给你们变个身，给你们看我今天穿的什么来的。嘿嘿嘿，哎哎哎哎，你们听出来了吗？我在唱歌，有首歌不是嘿嘿嘿哎哎哎。我每次看 HDL 都以为是狐狸痣。看全身，全身就是，这就是 SG 那套衣服啊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但是我跳的长款，而且还穿了一双鞋，这个鞋，哎呀，给你看。哎呀哎呀，不小心把纸搞掉。嘿。这个鞋子磨脚，这个鞋子磨脚，哎呀哎呀，早知道我也像大家一样穿运动鞋了，我今天特地穿了新的运动鞋。我们打算去吃个贵的，因为我们今天有餐标，餐标你说的对，我应该把衣服换掉，把鞋也换掉。我要吃个贵的，我一定要吃最贵的。看我的什么？看我的这个，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你们不会有人知道的。这个我终于有机会戴上了。我推荐一个贵的管子，便宜的都不行。看不上眼。很久以前买的，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戴。看不上眼儿就。这个是《美少女战士》里面水星的耳钉，好像我忘了，记不太清楚了。特别喜欢，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全。就是。厉害吧，是不是？你看蓝蓝的就很配这个衣服。越喜欢的。然后这个有，因为有粉色，然后我想到这个有粉色。就因为它蛮搭的，因为它皮筋是蓝色的，所以我就可以搭成蓝色。它非常的。是不是很搭呀？还带了一个粉色的小兔子。也不能太贵，太贵了我负担不起。是不是很可爱？但这个小兔子它是一双红色大红色，经常会跑到这边来。一开始是因为买不到黑色，所以买了大红色。但是买了大红色之后特别喜欢，
眼睛都有点红了，眼睛红血丝了。现在插好了，我现在要把这身装扮去掉了，我不舍得。是不是很酷？是不是很酷 ？I like. 是不是很酷？没有很酷。不酷？不酷。你觉得我这样可以跳踢踏舞吗？没踢踏吧。啥牌子的鞋？是 Vision Street， 什么来着？不知道。好了，我把我的帽帽取掉了。Vision。哎呀，头发都乱了。参标有三本书，有。参标，我们参标2天300，但是我想到明天应该又要参标了，所以基本上就是带小青手机里，到那找他要。裤子是，哎是什么的来着？那个就是，那个就是。好了，把它取掉了。眼睛的那个怪的那个叫什么？今天过坐那过山车，我觉得挺开心的。刚开始我很害怕，因为我说实话，因为太久没睡觉了，我心跳太厉害。几十块钱我就买了。你们头发压塌了，怎么会能这样子就不塌了？然后当时我穿着非常大，但是我很喜欢这个形状，你们看这个型我很喜欢。现在就。所以我很害怕，说实话。我刚开始大喊妈妈救命，然后后来到后面之后没那么害怕了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因为他有上去，唰的时候下来，所以我就被吓到了。然后我发现后面没那么吓人，所以我心想，不就前面一点吓人吗？那我就再玩一次。我就是后面。我就把这衣服换一下。后面，做了两次那玩意儿之后，我就想。你们先看这儿吧。林小雨。俺马上变身，哎，老刘子，俺换个衣服。你，哎，我该去哪里？那，我马上。像我这么迅速的人，一定很快就会好。不是跳楼机，跳楼机还好。跳楼机让我感觉像涮鸭肠，我是鸭肠，你懂不懂那种感觉？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人比我们快乐吧。玩那个最后一个那个东西的时候，就玩想远了，我感觉我脑浆甩的匀了。哎呀，要把这个鞋脱掉，这个鞋超级难脱的。这个鞋，哎呦，这个鞋子超级难脱，很难脱的，而且还磨脚，把我的脚都磨破了。可怕喽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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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相我亲爱的鞋子，哈哈，好了，拉上我的衣服。哎呀，哦，对，我，哎呀，被我拉坏了嘛！我今天穿上鞋子，我就要高很多了，好，高很多了吧？我今天要刚刚说啥？哦，对，我新买的包被我拉坏了。很尴尬的是，我今天早上才跟人家推荐了那家店，结果就坏了。然后跟他说我不在上海，我在南京，能不能让我会到时候再回去换？他同意了。去拿我的帽帽。我今天本来也戴了帽帽，但是我因为扎了根很高很高的马尾，所以没办法戴帽帽。戴上我的帽帽，是我自己扎的，所以很乱，就可以出门了。就没办法戴帽帽了，就这样吧。哈哈，这样就很暖和。什么？说我是迪迦，他妈是什么鬼？可以出去吃饭，谢谢太阳同步小心的夜蝶。是啊，要戴着浴帽出门吃饭。
手机壳从哪儿整？谁买的呀？因为我只带了这，哦，我还带了其他的小帽帽，其实，但是这个帽子它比较那个嘛，比较挡脸。你去平地店看一看。留一点头发在前面吧，不然的话太秃了显得。留一点，留这么多。反正平地店卖这种东西都非常便宜。这边留一点。这边其实该剪了，因为你看这边的就，这边太长了。你像那种就是跑步，不是，你知道动漫里边总有那种罪犯，然后他们就这样子准备犯罪，对，要犯罪的时候就你像特别柯南里边那种罪犯，就这样先拉，就找你这样，就这样拉好。偷偷对你说一句话，俺只是要去跑步。啊，我给你介绍。没有什么其他的想做。啊，你把我的指甲一直用着，我都没有办法脱了。你刚刚可没有说你要直播。我刚刚说我等下要用。你说你吃饭前。没有。你。我说等下要用，我没有说我什么时候要给你们。就我这样吧，我这样吧，这个看我刚买的这小包包，这小包包，我跟你们说，它对我很关系。今天有餐表了，要去吃饭。你知道吗？这个系列里面有一只叫做奶奶头鸟。哎呀，好痛啊！就是牛的奶。好痛、啊！好无语啊！我得拿个什么东西。我知道为什么今天的脸会这样，今天脸太干了。然后因为我今天在车上的时候，用了那个酒精湿巾擦脸，然后就很痛。有点磨破皮了，一下能体现出我的高贵气质。没事。而且我觉得这里卖东西比……哦，但是真的有一点痛了，我不穿袜子就没有那么痛，穿袜子怎么就这么痛？29块钱。我习惯了。昨天晚上，哦，对，我之前跟怀瑾推荐了一双鞋子，增高9厘米。吃料呀？还问吗？肯定吃不赢。怀瑾说他什么？我太粗糙了，我怎么粗糙了？那我现在怎么做？我拿湿巾擦一擦吗？难道还是创口贴个创口贴？这种伤口不能贴创口贴，贴了会很就是好的很慢很慢。对，增高9厘米，然后我本来要买的，我没有买，因为有点贵。然后怀瑾买的那个基础款比较便宜，我昨天买了，我买了之后。我买了之后发现，算了，没关系，应该用其他的鞋可以代替。待会儿发照片给你们，我觉得应该可以吧。但是我当时怀瑾说你可以拿其他鞋子代替的时候，说那个没有必要买的时候，我就又给退了。9厘米，他说他穿上去之后跟姐姐一样高。哎呀，好饿，我们是不是要走了？我去群里问一下。走吧，我们。走吗？我把这个给你，我手拿着。好饿哦。I'm hungry。我吃个，哦，那个面包能给我吃一口吗？那面包吃完了。那我吃馒头吧。吃两块馒头吧，吃完就去吃饭了。馒头，哪
回家。啊？走。你们聋了？为什么？好吧，可是我看我打开没有。哦，同志们，同志们，就差那么半毫米不到。你们看，我已经打开这么多了，但实际上它现在没有被打开，还好你们说的比较快。好了，我走了，我去吃日料，我坚持一下。好饿，不行了，人已经不行了。明天脸又要变圆了，没关系。我就这样子吧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爸爸牛，爸爸牛，爸爸牛。